大家好，我是苏律，今天我们来到了圣香阁，中华文初会祁南城乡专院委员会在上海的基地，这里展示了很多不同产区的城乡原材料艺术品，这里呢也是很多培训项目的学习基地。今天由我带大家来认识一下献香的一些品闻鉴别的方式啊，我也带大家来领略一下真正沉香原材料的味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密香树沉香产区的沉香的原材料。沉香呢，树在受伤结香，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成长，慢慢有了含油部分和没有结香的白木，当白木被剔除掉啊，当然每一颗都不一样，它就长成了这样一种不同的自然的形态。这些原材料被打成粉，会做成线香啊、香丸啊、香饼啊，成为我们各种祭祀和生活上用香的最佳主角。这个房间经过了香料这么多年的酝酿，自然甜美清新，太舒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瓶子盒子里面装的都是产自于中国的管香啊，中南半岛的蜜香树沉香。它们由于不同的受伤的原因，形成了不一样的状态啊，结香的形态。有这些因为树枝折断，表面结香啊，平面状的、片状的。啊，也有因为虫咬所以形成内部的伤害，这种柱状的结香的形态。那每一片、每个产区和每一个形态，可能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上炉去熏、去品的时候，带给我们都是不一样的身心的体验。当然，也有结香比较小块的一些碎料，我们会用来煮水啊。啊，我们沉香水也是非常好的一款，有助于我们身心的一款很好的药材，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啊都非常好。我们刚刚的原材料被粉碎打成粉之后，就成了这样一种形态，可以被加工成香丸、香饼啊、线香等等的最终的香的成品。但是我们的香粉其实最早是可以直接用来点的，我们有一个转香的仪式，可以大家可能在外面看得到，在一个香炉里面把香灰压平啊，用一个模子上面有很多篆字的图形啊，我们把这个香粉填满这个之后拿出来，直接把它点燃烧出来，就是一个或者花啊或者字的这样一个形态，这种篆香。但是篆香呢很麻烦，一个呢粉的好坏决定了它出来的味道的品质，第二个呢一定要我们平心静气才能打出一个非常好的篆香的一个字体，拔出来它能够燃点燃烧到底都不断掉啊。所以后面我们就发明了线香，直接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固体的条状的形状，其实就是香粉加了粘粉调和，在几香机里面压出来，那我们点的时候一烧就可以了。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话叫一炷香的时间，指的就是我们线香燃烧一炷香的时间。像我们这样一个21厘米标准长度的线香，燃烧的时间是45分钟。啊，我们中国以前在古代考试的时候啊，因为没有钟表来掐这个时间，就点这样一支香来计算考试完成的时间。所以香，线香啊，在我们除了祭祀啊，生活上面去改善我们空气质量和味道，营造氛围之外，还有计时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源远流长，香文化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沉香不是最早就有的，它在汉朝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汉武帝时期啊，平定北越之后，也就是现在的两广，南方的香料慢慢作为贡品啊流传到中原地区，
最早也是在皇宫官宦和一些富有的阶层去传播。当时我们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嵇康，知道竹林七贤之首，他也是一个用香的大家。嵇康是一个古琴大家啊，弹琴必有香，那么他就自己创了一款叫绝尘香，也就是以沉香啊、檀香啊、龙涎、麝香啊，我所谓一骑绝尘，这个一点之后，这个是秒杀四方，味道好得不得了啊。后来他就《广陵散·绝响》啊，那是比较有名，但这个绝尘香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么到了五代十国战乱之后，一直到隋朝统一中国，那隋朝我们第二个皇帝叫隋文帝杨坚，那他就非常奢侈啊。当时相传我们贵州应该也是有沉香出产的，当时他为了搞一个庆祝活动啊，就一车一车的烧这个沉香，烧了三天三夜，这个京城啊，方圆百里之外都是整个香气弥漫啊，好的一塌糊涂。以前我们会用这个香的原材料啊做香亭，我们也会在那个马车前面，那个皇帝出行啊，或者是皇后、妃子、娘娘、公主出行，前面挂两个香笼，里面点着炭，上面就是架着沉香在熏烧啊。一路过去，这个马车经过之地啊，或者香辇经过之地啊，这个味道都是好的不得了。一直到了宋朝，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国香文化发展到非常巅峰的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海南有一个别称啊，我们叫琼。啊，琼指的琼枝玉叶，指的就是沉香的一个油脂部分。当时我们北宋的宰相呢，丁谓啊，写了一部书叫《天香传》，这是第一部中国人对海南的沉香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啊，它的一些用法、分类啊、等级啊。那么可能丁谓大家知道的比较少，另外一位宋朝非常有名的名人啊，他也是用香的一个高手和大家。那这是我的祖先，他叫苏轼啊。当时他被发配贬到海南的儋州啊，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想到也是一个天堂啊，因为有很多沉香的原材料。我们知道海南岛的简称叫琼，这个琼就是海南沉香的沉香里面的油脂的那个琼脂啊，味道好。苏轼呢，当时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弟弟啊，肯定表示了关心，也寄着沉香给他弟弟，包括他在那边的一些生活状况。苏轼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子啊，他叫黄庭坚，他至今有一件文物呢流传到现在，是一个书法的字帖，叫印方帖。这个字帖呢其实写的就是一个荷香的香方，其中角沉无量指的就是海南沉香的这些壳子料的一个沉香料。但无量的用量其实在它整个香方里面其实是非常多、非常重的一个香料。这幅字帖呢现在就存在我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啊。在宋朝我们也知道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叫《清明上河图》，在《清明上河图》上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专门的香铺，说明我们当时沉香也是作为一个专营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原材料，是国家专管的。它可能经营的香料很多，但沉香真正是真正叫我们叫一片万钱的价值。那么从宋以后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沉香的发展。到清朝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翻阅很多宫廷的一个档案，我们看到皇帝每天可能用香多少啊，可能。但是我们知道香是可以被人工种植的，是宋朝的时候开始种香啊，慢慢发掘。在我们中国的沉香呢，其实叫管香。那么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东莞，东莞为什么会叫东莞呢？就是因为它有当时的三大皇家香林，当中的香全部用来去进贡皇帝啊来使用。东莞的三大皇家香林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在出产沉香，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药用的很多的香，其实野生的资源基本上已经枯竭了。那么能够看到的大量的用的多数都是人工种植的沉香。那么东莞这个地方呢有一条非常有名的交易街叫雅香街。那么这个地方的香料它因为靠着珠江嘛，它交易完之后沿着珠江运到出海口大概100多公里的地方。那这港口因为也是一个以前来说是海上丝的起点嘛，那么香料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材料，那么整天这个港口就香气弥漫，也就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香港。差不多关于沉香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历史呢，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但这边作为一个
城乡的一个基地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些经常会做一些活动啊、分享啊、交流啊。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参观一下这里的一个文化交流空间。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活动的一个交流空间。平时呢，经常会有很多业界的同行啊大佬在这边做一些专业的一些分享啊、交流啊、动态的一些研究啊。当然，这里更多的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培训基地，在这里呢，有专门的7天的全日制的一个城乡的课程。也有2天或者3天的一个短期的培训项目，专项的培训，也有可以更多人群参与的一些分享的体验活动。那接下来呢，我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寻邻兼乡这样一个整个仪轨的流程。大家在一起吃饭呢叫宴席，在一起喝茶是茶席，当然我们围在一起品香闻香就是香席。那么寻邻兼乡的仪轨呢，从宋代的隔火熏香简化演进而来。它所用到的香具呢相对比较简单，我托盘里面看到的我们的炭架、炭、香炉、芽灰，我们的香块灰扫和香精一块，以及我们香材的原料非常的简单。那今天我们熏的是一款海南尖峰岭野生的老料的一些壳子料，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样一个特别有味道的仪式。在我们清理完所有的香具之后呢，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香炭先点燃。我们用的这个香炭呢，一定是经过特别的提炼和压制的，它要保证无色无味，不影响香的味道，又要有很高的热值。那么点炭呢，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香席前段思香者和品香者大家静下心调整心境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把这个炭完全的点燃，当然古人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有这样一个喷枪式的打火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点这个炭四个边边角角要把它完全的点燃，防止炭意外的灭掉了，就这个香就煎不完整了。现在可以看到炭火已经基本上着了。那接下来一步呢，我们需要把香灰来清理一下，用到的我们的香块一手要扶住这个香炉，因为我们今天选了一个三足的双耳的高脚的香炉，我们先要把香灰通透，让里面的空气能够更好的流通，不会让这个炭被埋灭掉。清理完这个香灰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灰里面挖一个孔，大小差不多刚好可以把刚才我们点的炭埋到里面。在我们把这个炭埋进这个炭坑之后呢，把边上的灰呢一点点扫在这个炭上面盖住它但是呢不能压实，压实之后呢空气不流通，热气就上不来。那我们把它完全松松的覆盖住之后，我们要擦一下我们的香块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炭火的温度在慢慢的持续的稳定的往上释放。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挑一块合适大小的香放在我们刚刚埋炭的这个位置埋好炭之后呢，放好香，周边的灰呢我们要清理一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烟在这个油脂蒸腾的同时，一点一点在往外的出香出味出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闻到特别甜的味道，一点点在空气中绽放。这个时候可以我们盖上炉盖，用手轻撩烟尘，像蜜糖一样的甜味在轻轻的飘散温柔的穿透你的鼻腔，达到你大脑的后部，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寻林煎香煎制的一个仪轨和过程。其实接下来呢，是我们品味这一款香味道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啊。这个炭火大概可以燃烧30分钟到40分钟这个时间，那我们的香也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轻轻的释放。当炭火灭了之后，我们整个房间的余香应该还可以停留半天到1天这样的时间，所以这个房间会一直充满着这样的温馨和甜美啊，就是沉香的魅力所在。在我们品味这款海南尖峰岭野生老料所出来的这种音韵甜香的同时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线香的购买品闻的一些小技巧。那通常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线香啊，都是会装在这样一个香管的香桶里面。线香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香粉啊，加上粘粉。那么粘粉呢，我们天然的粘粉是有两种啊，一种是榆树皮粉，一个是楠木粉。但是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些香的品种有很多啊，也有合香的啊，单品香比较少。单品香呢，只有沉香跟檀香可以作为单品的香来品闻啊。那市面上的合香呢，就五花八门，有很多种，然后包括有很多一些加了一些香精啊啊，化学的一些粘合剂的，一定是要买到纯天然的粘粉做的单品线香才是最靠谱的。那么沉香呢，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先把它整个倒出来一点，先品闻一下它干香的味道。正常的天然的香料，它都是非常的甜凉啊，没有杂味，没有那种腐味臭味啊，都是好的香了。就是我们一般买线香呢，最关键的一个它的品质是要靠点完之后的味道。但这个香的味道怎么来去区分呢？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外面去买线香，它点在这里啊，拿个手这样撩过来闻啊，但其实这样是闻不出好坏的啊。我们买线香去品这个线香的味道，一定要在点燃之后3到5秒啊，一开始是有些火味嘛，点完3到5秒，再用这个手啊，这两个指拿这个香，这个三个手指盖住啊，闻住之后，整个把这个烟吸到我们的鼻腔里面啊。如果这个香的粘粉比例添加的高，它就会火味特别重，特别的呛，或者说它的香用的一些原材料比较差的话，这个线香就不太好。好的线香呢，首先它能够完全的入鼻啊，入鼻之后呢，透过可能前面微微的火味呢，我们沉香来讲的话，芽庄的料就是特别的清甜啊，带点凉意，如果有熟结的红土的成分在里面的话，它就会特别特别的甜啊。点完之后，这整个房间你慢慢就会感受到非常的温馨温暖，而且当你处在这个沉香的环境里面呢，你去闻呢，它不会感觉还没有，但你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就特别的明显，就天然的味道不会像香精一样始终让你处在一种受刺激的状态，而是让你在一种非常自然愉悦的氛围当中，不会刺激你。你可以去闻，可能闻不到，哎，但是不经意间又飘过来一阵味道，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或者从外面一个空间进来就特别的舒服。好的线香的原材料，看看啊，如果是添加了化工原料的话，烧完的香灰会有硬，会有板结，而且如果香灰掉到手上面会烫手啊，因为它没有充分燃烧。但真正好的天然的线香，点完烧完之后，它的灰啊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啊，没有任何杂质。所以以前的香灰都是可以拿来什么调在水里面治人家拉肚子啊、肚子疼啊，或者是止血啊。但现在我们很多市面上庙里面那些香灰可能没人去拿来当药或者是这样的用，但以前的香灰天然的，尤其沉香原材料，你点的这一炉香灰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今天因为我们品了刚好这么好的一个原材料的味道之后，可能线香的味道啊就会差一点，今天我们就不来点这个线香了啊，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面对面来共同的品味这个味道。就像沉香也好，中国的香文化也好，其实历史非常悠久，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其实真的不是今天啊几十分钟时间可以去表达的那么完整和清晰的。
这本书呢，大概有700多块箱的原材料，近些年来可以说市面上最好的关于沉香的一部专著。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读一读，翻一翻。上海译文出版社1918年出版的，里面所有的箱，提到的箱的照片的原材料啊，完全都是我们圣香阁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每一块料都是非常好的味道啊，都是非常正。那么这部书，而且对于沉香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它的分布啊，产区的一些特征啊，都有非常完整和清晰的描述。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来沟通和交流。